Hello， 各位喝彩设计学院的同学们，大家晚安！又来到了就是一个月一次的赫拉跟大师学的直播。那这个月的主题呢是定格动画，然后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是世界级的定格动画大师，就是 Jordan， 让我们掌声欢迎 Jordan。Hello， 大家好，我是 Jordan。耶，没错，我们的就是邀请的大师已经就是级别不断往上拉，我们未来要怎么超越我们自己呢？我也不晓得。好，没关系。对，那其实这次呢，我们邀请到的 Jordan 呢，他是就是在他自己的个人 YouTube 频道，就是他的影片的观看次数已经累积超过了5600万。我刚刚有上去看一下。哦，我都不知道。哦，真的吗？好，没关系，我首先帮你看了一下。好，对，就是非常的厉害。那想要请 Jordan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Jordan， 然后我做停格动画大概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从国中开始自学到现在，然后我们在去年6月的时候就创办了逐格动画这家公司。那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内容就是帮客户，就是不管是玩具还是商品还是就是各类的品牌行销，只要是跟停格有关的，就是我们都可以做。了解。这样，对。我有看到，就是你们最近粉专上面有帮高雄市政府做了一个，就是乌鱼子之类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停格动画。对。嗯嗯嗯，我有看到。就是它是一个这个高雄在地特产的礼盒的开场动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逐格动画的粉专看哦，就是都可以看到，就他们最新的作品这样子。好，那其实就是 Jordan 他，你从小五就开始接触定格动画，嗯，那从国一国二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学，对，然后现在应该已经累积超过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了吧？嗯，对，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的粉丝呢是遍布世界各国的哦，就是他不是哦台。就是指台湾而已，就是他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就是多的粉丝，就是喜爱 Jordan 的作品。那近期的话，台湾应该是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那个《鬼灭之刃》的影片，不晓得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对，就是Jordan 做了一个就是善意跟 Mizuko 就是还原了雷之呼吸的那个场景，就做得非常的生动，就是在社群引起了一股超大的回响，就是在掀起一股热潮。谢谢。所以就是让台湾就是再次关注到说，哎、欸，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就是定格动画的一个大师，对。所以就想要请Jordan 这边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就是 Star Motion 它是在做什么？这个 Star Motion 它就是每秒你去拍摄大概15到24张照片，嗯，然后我们高速的把它播放出来，那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这样，它其实和手绘动画、2D 动画都是一样的概念，只是停格是用拍照的，对对，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它一定是最真实的。然后也因为是最真实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物理限制，就相较于其他的动画手法来说。哦，了解。对，因为有地吸引力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会掉下来，对，它是一直要往下掉的，所以你要用很多方法去避免这件事。了解，所以你们都有一些小诀窍，跟你们平常在用的技术这样子。对，嗯嗯嗯，因为像其实最近很红的《天竺鼠车车》，就前一阵子也是大爆红，它应该也是定格动画拍出来的。是，他们那个是要一只一只这样，一只一只扎那个。对，他说他们比较难的，一天拍不到2秒。2秒？对。那你们一天可以大概拍几秒？我们平均可能拍到15秒。哇，是赶工一点的话30秒以上也有。嗯嗯，对，可是因为我们不像天竺鼠车车，它那一同一个厂里面就会有那种5、6只同时在动，嗯嗯，所以我们的东西相对是快一点点。了解。因为一天拍2秒听起来好艰巨的一个制作过程。对，然后他12集，你就可以算他拍多。难怪他一集就是秒数没有办法太长。对，嗯，蛮可怕的。对，蛮吓人。我有听，就是我同事说他跟 Jordan 你们聊的时候，就是你们可能一天是8小时不间断，就是一直在拍照。如果拍下去的话，就是完全不做任何事，就是一直狂拍。对。太厉害了！要啦，中间要休息一下，吃个饭，上个厕所。对，还是要。还是 Jordan 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支，就是你觉得就是可以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Jordan 的作品。好。那
模型客户，我们帮他做的一个产品的宣传片。哦，啊，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就是他的产品，所以他是游戏商就对了。其实不是，他是玩具商，哦，玩具商就是他们设计的原创角色，然后他们把它做成玩具做销售。了解。对。然后我们把它拍的，就尝试把它做的非常有动作片，非常动漫感这样。有，它张力感还蛮强的。嗯，就这部片的特效和打斗，应该是我拍过目前拍过的片里面算是，它的量是最多的。哦，真的，哦？那这拍这一支的时候，大概是花了多久的时间？从就是拍照到进后制这样子？这一支做非常非常久，因为，就是它的脚本、分镜、拍摄、后制到音效这些，都是那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那时候公司还没开，对，所以这部片应该花了两个半月，两半月吗？嗯，以上。嗯，对。但成果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好厉害哦！是，还不错，还不错，真的非常厉害啊！这支影片，对。嗯，谢谢 Jordan 跟我们的分享。謝謝。那今天的话呢， Jordan 呢主要就是会透过就是大家有在我们的活动页上面有看到的，就是这支史提夫，没错，就是我们抓过来。对，今天史提夫本人有来到现场。对，今天呢就是会由这位主角史提夫呢，他就是会来，就是Jordan 会用史提夫来教大家如何样去拍定格动画，做定格动画，对。然后今天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示范，所以就请 Jordan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今天会怎么样带大家来做这个操作。好，那这个史提夫其实它的构成就是一支天竺鼠车，就是那时候天竺鼠车很红，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社团办了一个大家一起来用生活物品做属于自己的天竺鼠车的活动。对，这是一个花束。对，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自己做的第一个，它的眼睛是纽扣。对，那这个本来是饼干，但是饼干很油，而且很，就是我们那时候操作的非常痛苦，所以现在换了这个水瓶，其中一个是我刚刚买的水，是就你们喝完的盖子。对对对，好环保哦，很环保。对。所以我们会拿它来做一小段天竺鼠车它在走路的动态，就是它会这样短短短短短，了解这个走路，好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先从拍照开始，然后会进到软体跟就是其实就都是一起了，就是我拍摄的时候就已经在软体里面了解，那我们及时看到效果。了解的。我们用的是Jordan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会用的是 Dragon Frame 这软体吗？对。我们是用 Dragon Frame， 它算是业界已经是最顶尖的定格动画的软体。了解。好，那今天呢，就是喜欢定格动画、喜欢天竺鼠车车、喜欢 Jordan 的朋友，就是千万不能错过今天的教学哦。好，那进到今天的教学之前呢，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今天的小福利。那今天呢，就是会在直播呢，就是快要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出五组的 Live Point 点数100点，就是要送给。就是今天有参加，就是底下这个直播，只要分享这个直播，并且留言赫拉学动画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会抽出五组的 Live Point 点数100点来送给今天就是一起才观看直播的观众哦。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了我们就是定格动画的制作，相信大家应该很少人有机会可以就是看到了怎么做，我蛮幸运可以现场看。好。好，我要说我现在在做什么？对，没错。好，好，那这个是那一种文具店都会卖的，它应该叫随意贴。随意贴。对，有点像粘土的东西。然后我们会用蛮多这个东西去固定我们的角色。了解。嗯，不然它就是会滑来滑去。哦，所以哦，让他们固定在同一个位置就对了。对。对。所以，好，那接下来呢 ？Jordan 应该是要就是固定这个史提夫的位置，对吗？对，我会粘在他的腹部。哦，是这样的感觉。了解。对，好，现在大家看他的屁股。好，对。
哇，那感觉会你们会用蛮大量的这个粘土的。对啊，它现在就会还蛮稳的，就其实我们的这些轮胎也都是哦，用这个随意贴贴起来的。对。可能要等一下哦，工作人员请不要心急，挡住了就看不到了。好，好，没关系，这个拉到我这边了。那其实我们这边已经就是这样是塞的差不多了。哦，只要这样子就是固定好一个位置，其实就可以了。对，因为它是四只脚的东西啦，所以我这边中心固定好，其实我这边就可以做摆动。轮胎就动它的哦、oh, ，原来是这样子。不然其实如果一般是人形的角色或其他东西的话，我们可能还会需要用一些这类的支架去固定它。对，然后在支架上一样也是粘上粘土，然后再去摆动它们的姿势，对。对，就是有时候会粘，也会粘这种胶，就是去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其实就大概这个胶带或粘土去固定它。了解，然后他会撑住他这样子。了解，嗯，好，好，那我们要就是现在这样就要开始拍照了吗？对，其实可以切画面。好，好 ，OK，OK， 那这边我先把胶对好。所以通常第一张的话，都会是就是自己就是先试试看要怎么拍，就对。嗯，对，我们会花蛮多时间去试它的光感，然后、哦、对，这样就成功拍下第一张就对了。对，就是先做好各种检查，然后其实像现在这样就可以再继续拍下去了。了解。对，好。对啊，画面里面会看到它肚子底下其实有一点粘土。就照理来说，这种东西我们是后置的时候会把它修掉。对啊，不过因为今天现场示范，可能就是它就是先让粘土在这里。对，因为我有看过影片，就是看过网络上，就有人就是用支架那种，还要一张一张把支架修掉，我觉得对，哇，就是这样子，很费时的一个后置。对，那个部分还蛮痛苦的。是你最不喜欢的一个步骤吗？对，我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是喜欢的那个部分的。那你最喜欢的是拍照这一 part 吗？还是在做后期？很难说耶，就是看到成果会觉得蛮开心，可是拍的当下也是蛮痛苦的，因为就是累啦，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蛮专注的。对，不过拍下去你就忘记那些了。毕竟你会很投入。对。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开始继续移动，然后跟拍摄了吗？对，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左下角已经有第一张照片。嗯嗯嗯。對，那 Dragon Friend 这一种停格的软体，它的特色就是说它有个洋葱皮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动。哦，有哎、欸，有一个残影，你会看到它上一张的状态。哦，对。这样是不是有帮助你们记那个位置？就是可以帮助你们蛮多的。对，就你看我手现在变半透明。有哎、欸，好酷哦、喔。对。哎、欸，好像就是这。没有，想要参与。对，就是这个东西就会有效让我们确认说它的不该动的地方不会跑太多。是。对。所以通常移动一个位置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去判断说它要移动多少的幅度？速度，就是它速度越快的话，其实它的我们动的就会越大，哦、它张数会越少。那动作越慢就要越细，就动一点点，然后很多张。好，对。那我们就请Jordan示范一下他平常是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主体的位置。好，那他现在是这个右脚，他会有一点往上。哦，就慢慢一个一个跳这样。对。往上，我们就可以先拍一张。所以通常如果要做一秒的话，就是你们要拍24张，这样吗？对。但是也不一定啦，就是这个跟拍子有关。嗯嗯嗯。
这个要讲就有点复杂了。简单来说，我们大概都是拍12张或者4张，对，或是15张、30张，对，对，通常是极端的状况，我们才会用到24张跟30张。哦，一般的状况就是12张和15张就可以接受這樣。因为其实拍到24跟30啊，你会看不出来它是停格。哦，其实停格动画照理来讲，应该是有一点微的顿点，顿点，嗯嗯嗯，对。不过天竺鼠车车他们在走路是24格，哦，蛮快的，他们走路蛮快的，他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震，快速高速震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拍，了解。對，那这一张他的这一只脚就要再更高一点，哦，对，然后。哇，好细微哦。然后其实这一只脚是看不到，但是这一只脚也是要一起举起来的，因为它稍微会看到一点影子，是吗？嗯，然后它是四足生物，所以它就是这样走的。了解。对，好可爱哦。对，然后这边要做一件事是比较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没有出去的轮胎，它其实要往下顶住地板，把它的身体往前推一点。哦，对。所以是不是其实做定格动画也是需要去观察，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物体是怎么样子，就是生物是怎么样移动的？对。对，那像我们那时候要坐车，其实我们就是直接去看天竺鼠车车他怎么拍的，对，因为他就先帮你研究了透彻，我们就是照着拍这样子。对，对，所以对，所以你就看他后面那两颗轮胎，有在跟着作用嘛？有，他有往下了，对。所以这个调整的过程其实也是需要蛮多细心才有办法把它调得很比较接近真实的画面。嗯，对，所以它比较花时间就是在这个部分。是，对。那通常你自己在调动作的时候，你自己会在镜子前面摆那个动作吗？就是我自己在镜子前面，我们会那个是动态参考的部分。嗯， 我们其实如果有需要做这件事，我们会直接录下来。哦，然后你们就依照影片去调整物体的动作。对。那他现在是要往下一步走的。对，他有一点，他头往下走。有，好可爱哦！他感觉跑得非常的快速。对。那这个其实也是。蛮边拍边看感觉的，对，所以其实做当时你在做就是停格动画的时候，有花了蛮多的时间在摸经验的吗？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有，就是你拍久了，大概会比较知道说它的韵律感你要怎么抓，对，就是那个动作你怎么拆解成一格一格。那像现在他脚碰到地板了，对。所以，刚刚的要再踩起来，对，要换脚。因为其实那时候 Jordan 介绍那个 Dragon Friend 的时候，我们有自己下载来玩玩看，就是简单用手机就是拍一下，就是就有那个效果，我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就是蛮有成就感的。对，啊，其实手机也有免费的 App 是可以做到很类似的事，就包括刚刚说的这个洋葱皮系统。它都是有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下载。对，就不是一定要这种比较昂贵的软体才可以做那个事情。对，哦，有哎，有，他在跑了。那我们今天要拍24张吗？还是不用？现在是24。哦，现在是24，了解。因为他。天竺鼠车车它就是震得很快，它在走路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自己有去测试几种格数的状况，不是24会看起来不太像。了解。对。哦，好可爱哦。不过你们那时候在用饼干，当时一开始在用饼干做的时候，它会很容易碎裂吗？哦，我们至少换了3批饼干才把那个东西拍出来。3批。对，感觉它会很容易，就是啪一下那个饼干就爆炸了。对，而且我们那时候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是用，哎呦，
我们是用这个粘土去固定的嘛。嗯那个饼干是油的，它根本粘不住。哦，那后来你们怎么固定的？我们还私讯很多拍片界的人，那个要用什么东西粘饼干。对，好用心哦。最后是先用热熔胶把它粘到一小块珍珠板上面，再把珍珠板用粘土粘到这个上面。哇，难怪你们最后放弃了饼干，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就以后应该会请人做假饼干吧，如果要做那种事情的话。对，好，所以 Jordan 现在就是在示范说他平常在调整，就是主角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动作。以及去做画面上的调整，对，哇，那真的不简单呢，就是一秒就要，其实真的蛮长的时间，所以八小时拍十秒，真的是很，十秒八小时的数据，不是吗？刚才是说十秒八小时吗？哦，就是我是在想说有没有那么快了。没有那么快，不好意思，是没有那么快。不过真的也是要看拍的东西多复杂。就如果只是那种很简单的基础动态，我们可以拍更多。了解。对。可是你也可以注意到，其实会有很多这样子一直来回在试的。对。试的过程。对对对。对，这个比较花时间一点。好。那其实我这边有看到 Jordan。就是有说你其实是小五的时候就开始对竹哥有兴趣了，对，那是当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契机？等我一下。好啊，没关系，你慢慢来，你慢慢来。我这个问题有可能有点太庞大了，没关系，就等下先调整一下。因为我遇到难关，所以就要想一下。那还是你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难关的部分。哦，好，难关的部分哦，就是其实他的身体会有一个。会跟着倾斜，对，然后我现在觉得他斜的怪怪的，就现在这一张啦，所以我就会来回去试说他现在是哪里不太对。了解。对。所以还是，不过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也是要靠经验上的累积，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对。就是会去想说，哦，他现在是哪一部分的轮胎去顶哪一边的身体这样子。哇，所以如果要变换表情的话，也是就是下面就是要重新调整的表情的东西还蛮。表情就是要在对这边做事情。嗯嗯嗯，对。你刚刚说那个小五接触到，就是其实就是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些。去那时候很喜欢变形金刚，然后我会去 YouTube 上找变形金刚相关的影片，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外国人，那时候也没有很流行开箱这件事，当然也有一点有一些人会做，但有一些人他的玩具是会动的，那我就是去觉得很酷，对，就很纳闷为什么他们玩具会动，啊，蛮就觉得蛮厉害的，第一次接触是这样接触的。了解，因为那支影片我自己也有看，其实有超过1300万订阅，1300万观看，不是订阅，1300万观看。哪一支影？就是变形金刚那一支，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一支。我做的吗？对啊。哦，我想起来了。对，你做的，我是在你的频道上看到的。哦，好。好的，这个过程就是会比较需要调整一些，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趁这个时候可以去好好的就是去观摩一下究竟就是定格的动画师是怎么样子去调整这个主角的一些动作，大家可以就是这个机会是很难得可以看到他现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要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好好细细的品味一下哦。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拍了7张了。对。
通常在学，想要问一下 Jordan， 通常在学动画的人也都是会接触到定格动画的。对，就我所知，就是定格动画是蛮好去，就是我们会先去学书面上的很多动画原理，可是很多事你要尝试做做看，你才会知道。那停格就是一个最方便，就是你也不用学手绘，也不用学3D，你就是相机拿起来拍，你就可以直接去试出那个东西。所以它也是一个还蛮直觉的训练手段嘛。就如果是想学动画的话，因为其实像这样的表现的方式，其实在从小和很多。很多卡通其实都有这样表现的，像是什么企鹅家族之类，我之前超级喜欢看的。对，你的年代有看过建筑师八部？有啊，建筑师八部也是吗？有啦有啦，哎，我是很老还是年轻？我有点没有办法。没有，我对我好没礼貌，我现在才发现我很没礼貌，不好意思，没有，我只是想说，没事，我怕你不知道，我天生长得比较成熟一点。有啦，我刚刚跟你认识不够久，不好意思。没关系，我有看过《建筑师八部》哦，还有看过那个。真糟糕。没关系。没有。我先聊。没有，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气场很稳，对不对？就是觉得、這個。谢谢你，真是会讲话。这個、真是什么经验比较多？欸、不过你刚刚讲《建筑师八部》，我真的不晓得、欸、我不晓得它是粘土动画。哦，所以粘土动画也是就是定格动画的一种，还有笑笑羊也是。笑笑羊我知道，对对。还有是不是就是《地狱新娘》这个电影也是？哦，对，提姆伯顿的。对。所以其实蛮多的电影或者是动画都有用过，像这样子的表现的手法。哇，其实他们拍摄的耗时跟成本，其实也是还蛮巨大的耶。对，他们都一拍就5年这样子。很惊人。好可爱哦！为什么他会叫史蒂夫啊？是谁想的？这我们制片随便讲的一个，随便讲。对，原来是这样子。对啊，他自己做的叫做火爆汤姆。火爆汤，也没有命名的理由就对了。对。那你们那时候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们看网友们做的，就是有很惊艳吗？其实有哎、欸，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做出很多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可以这样子做的。你有印象很深刻吗？有，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他的身体是菜瓜布。菜瓜布。然后他旁边是 一片吗？还是那个厚的那一种？没有，是厚的，就一长的一大块。那他的轮子是什么？好好奇。我想你记得吗？海绵小的。小海绵。对。所以它整台车就是一台海绵车，对，海绵天竺鼠。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想要做他后面有在喷射的感觉啊，他后面用泡泡，可是好像可爱，可是因为它是一摊在后面，它没有真的这样，它没有飞起来，它是这样一摊在这，所以有点像是那只天竺鼠车的排泄物。那还蛮不妙的，对，但是蛮就很可爱，是可爱的啦，就是排泄的海绵天竺鼠，对。我在旁边看就觉得这真的是很细微的调整的，对，好可爱哦、喔！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好疗愈哦，因为其实看天竺鼠车那样动的时候也是很疗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一个无限的走路循环，有非常可爱，对，就是接下来就是把它填满就可以了吗？我已经拍完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可以哦，好可爱哦！因为其实他是原地在走，所以他的轮胎就是这样往后滑这样子。哦，那通常接下来呢，就是通常这样拍完，接下来就会进 A 去后置了吗？对，我们就会输出，然后去处理像是他肚子底下的粘土这些东西。了解，所以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就完成了，对吗？是，好。对，没错，所以就是大家就会看到，就是跟就是在我们的影片中一样的非常可爱的天竺鼠车史蒂夫就完成啦。不过这个史蒂夫是瓶盖版本。对，而且我们这好像拍蛮快的，对不对？蛮快的，大概差不多25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就是还包含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聊天。
25吗？我原本还想说，哎、欸，我会不会找你聊太多天，因为拍不完。结果好像还可以，嗯嗯，所以其实以调整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是前后脚他们在动的动作，就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嘛。对，还有就是他身体的摆动、嗯，就是要合乎那个物理。了解，所以你们后面可能如果之后进后置的话，你们有可能还会修一些，就加一些特效吗？就可能有一些biu biu biu 影子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就是看看脚本有没有这个需求吧。嗯嗯嗯，对，了解。现在都是会尽量就是希望特效不要太多，就是让因为如果特效盖掉这个这么辛苦拍的停格会有点浪费。了解。对，所以尽量就是辅助就好了。了解。对，没有必要就会比较少用。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天竺鼠车车的定格动画影片就完成啦，掌声。谢谢。好。OK OK， 好。Jordan 请坐。好，谢谢。不会，请坐。好，那其实刚才的示范非常的精彩，就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在一个简单的影片背后，其实要花的技术跟时间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大家看的天竺鼠车车，大家就是要满怀着敬畏的一个心情，要去看，就是想说哇，他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产出这一集，非常的了不起。然后也可以多多去看 Jordan 的影片，也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制作出来的心血啊。是，好，謝謝。那就是呢，我们接下来呢示范完成之后呢，我们要来回答，就是喜欢定格动画的人，他们长年以来在心中想要问大神的一些问题。好。好，那在进这个提问之前呢，我们就是要再呼吁一下，就是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就是请帮我们在底下有看到这个吗？对，今天呢，只要分享这个直播，并且在下面留言“贺喇学动画”，我们就会在稍等哦，抽出五位幸运的观众，可以抽中就是 LivePoint 100点，所以赶快把这个直播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让他们赶快来看，然后可以一起学习定格动画之外呢，还可以抽 LivePoint 点数100点哦，没错。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到设计的问答这个环节。嗯，好，那其实呢前面有几个问题算是应该是你很常就是有人跟你提问吧，通常都是什么样子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网友会向你提问？嗯，我们拍玩具为主，我们的停格，所以其实蛮多是喜欢玩具的同好啦，就是他也会觉得说哦，他可能喜欢假面骑士、变形金刚， oh, oh, oh. 那他可能就会拿他来拍一些他可能想要重现剧中很帅气的画面，或是他想要自己做一些比较无厘头的剧情。对，那他遇到问题就会来问我。所以你其实原本一开始也是很喜欢玩具才会开始拍的吗？对，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到现在过这么久，大部分还是拍玩具。对，蛮多都是玩具相关的。对，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常要问到的问题是，是不是要拍定格动画就一定要用很好的相机呢？就是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要问 Jordan 的意见。嗯，以前的话，因为大部分的手机都是自动曝光的，对，所以自动曝光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你拍一张两张可能都没什么关系，可是像停格这种，我们是会把相机架在一个位置，对，然后一拍可能就二三十张、五十张、一百张。那它如果不能设成手动曝光的话，每一张那个手机都自己去运算，它觉得你这张太暗，你这张太亮，光源就会不一样。对，它会一直闪。其实像我们刚刚也有一点，因为我们人站着嘛，就有一点影子，对，影响到它，我们会一直动来动去。对，所以以前的话就是手机或非单眼的相机会遇到这个问题，就变成说，像我大概高中那个时候，就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就有买了一台人生第一台单眼相机，入门型的单眼相机。哦，是跟爸爸妈妈说，我需要我的梦想需要很好的设备，需要支持。就是说，对，就妈妈支持这样子。哇，很感人呢。是。Jordan 妈妈太棒了，谢谢妈妈。所以你所以你认为是就是还是需要具备一定功能的一些相机？对，但我现在已经在讲那种七八年前的事。啊，现在的手机其实是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手机是可以处理的。现在的手机这个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是。对，
而且手机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一定有。对，嗯，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它的 App 可能也是免费的。嗯嗯嗯。对，然后我们如果是 iPhone 的话，它插上耳机线，其实那耳机线是可以当快门线。哦，所以你其实根本不用移动你的手机。对，就你不会去不小心震动到它。嗯嗯嗯嗯嗯。对，然后那个软体也可以。那个 app 也可以让你的手机设定成 M 模式，就是手动曝光模式，嗯，所以会大大减少我刚刚说的那种问题。所以其实现在用手机就可以，硬体方面的话，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一定要单眼，一定要那么好的设备，嗯。那还是你可以推荐大家一下那个 app 叫什么名字？哦，那个 app 叫 Star Motion Studio。嗯嗯嗯，对，就在手机上搜寻。好，请大家可以如果想要先尝试看看的话，就可以去就是 App Store 下载这个 Star Motion Studio， 就可以先尝试拍拍看喽。没错，所以现在其实，Jordan 的意见就是，其实不需要一定要用到顶级的设备，其实用你的手机就可以很简单的可以去产出一个你自己的定格动画的作品了。对，因为你如果只是有兴趣想要尝试，你实在是很难砸那么多的预算，啊，你可能还要一台笔电，然后还要软体，不太可能啊，嗯。就是光是这个就让人很却步了，嗯，对吧，啊？我自己也是拍了很多年之后，才慢慢这些东西都是慢慢在你要拍得更好才慢慢补上去的，就是，了解，对吧，啊？所以手机你可以先试试看，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了解，好，大家可以先用手机试试看哦，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嗯，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有时候都会有一点想说，哎，是不是很难入门？但其实用手机就可以试试看喽。对，好，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哎，什么东西适合拍摄？好，感觉蛮巨大的一个问题。对，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可以拍摄，有生命的也可以。其实你想拍都是可以的，嗯，对啊，因为像这些玩具也只是说是我们个人兴趣嘛，我们拿这些东西来拍，但是我们公司成立之后，其实像高雄那个我们拍的是实物，对，然后后续我们也有拍一些商品类的，就是其实你摸得到你都可以拍啦，人也可以拍，人也可以拍，嗯嗯嗯，对啊，我记得我也看过不少 MV 是拍真人的停格，因为真人的停格也蛮可爱的，就是那个整个效果。对啊，听说现场的演员很可怜，哦，真的是要一动一步这样。对，他们会很累很累。了解。那对，你自己喜欢拍玩具吗？嗯，那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类型的东西是你也还蛮喜欢拍的？啊，我们最近在接触一些商品，其实会觉得，嗯，玩具以外的物品，创作起来其实某种程度上会更有趣一点，因为玩具就是长那样的嘛，嗯，你的那个钢铁就是钢铁的，对，所以你就是会拿它拍钢铁的东西，对。他就一定在那边发射他的武器或飞来飞去，对，打来打去这样。那商品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这些限制。所以比方说这是一只螺丝起子，那你可能就是拿着这个螺丝起子去想象它可以跟什么东西做结合，哦，可以做很多创意表现。对，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动态去让这一个螺丝起子很有生命力，嗯，对，然后很有观赏性，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嗯，这种我们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比较好玩的部分。了解，因为我看其实就是Star Motion 就是它透过就是一种动作的表现去让一个可能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更有生命力或者更有动作性，嗯，我觉得这是它赋予了蛮多的意义的，我自己是觉得很喜欢啦，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嗯，对，嗯，啊，像我们这个就只是一颗花束，对啊，粘四个瓶盖这种东西也是蛮有趣的，但是就变得很可爱，就是它又变成不一样的形式，对，嗯嗯嗯，好，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是，哎，欸，感觉跟上一个问题有点像，是不是没有玩具就不能拍了？不能拍 Star Motion， 对，这就是上一个问题，就是就不会，就真的都可以，嗯嗯嗯，对吧，啊？挑自己喜欢的啦。因为其实就比如说，就算一个杯子、一个瓶盖，其实你想拍，它都可以动成想要的样子。对，不过有一个倒是可以注意的，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有点难操作，比如说太重的啦、太油的啊、水的啊，饼干，刚提到饼干。不过我们也有拍过水果，嗯，然后我们拍哦，像拍高雄的只有我们很痛苦，牛肉干油的干贝酱粘不起来是吗？嗯，
我们那个是不需要粘的、嗯，可是我们那一支案子的属性是不需要粘的，只是就是拍摄现场弄得很脏、哦，而且我就戴着手套在做事，然后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你蛮难控制它的，嗯嗯嗯，对，有点痛苦的感觉。还有像那个 iPhone 啊，嗯，最近有。合作吗？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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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厉害，只是我们有拿就是手机来尝试拍一些东西，结果发现他们现在这些手机啊，上面都会镀一层奈米膜。嗯，我们粘土还是任何的胶，我们都粘不上去。哦，是哦，所以奈米膜是完全没有办法被粘住的，是吗？我是想说，可能它分子真的太小了，纳米嘛，所以那个吃不进去啊，那个胶进不去，它咬不住它。那后来你们怎么克服？就不拍啦、啊，直接不拍，索性不拍，就是就尝试用其他方式就避掉，了解，对，所以确实还是有分好拍不好拍的东西，嗯、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觉得都是可以玩玩看，了解了解，所以可能还是跟就是特殊的材质会有关系了，嗯嗯嗯嗯，对，了解，好，再来下一题是，拍摄定格动画最需要什么东西，还是什么样的技术，或者是什么样的配件？这样子的东西，就有没有拍摄定格动画一定要具备的东西？哦，我本来以为是在讲什么个人特质之类的。哦，个人特质也可以、啊，还是但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拍吧？需要的话就是，脚架啦、嗯，就是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用相机，给你的相机一个稳定的，让它保持稳定是最重要的事。是，对。对，因为 我一开始摸索的时候，我都是一只手扶着手机，一只手这样动它。哦、就小时候。对。但现在有支架，是不是会方便很多？支架，你说那个撑玩具的吗？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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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哦，对，那就是玩具的部分，哦、就是我们先相机保持稳定，那是脚架的工作。你说你以前小时候是你自己拿这个东西，然后再这样移动它？对，而且你两边都要握着。这么困难。对啊，而且小时候真的很有毅力在做這。而且以前呢，还是我妈的 Sony Ericsson 的手机，听对 Sony Ericsson， 然后 好感人的话，很厚哎、欸，很厚，很厚，那很容易动到吧你的手？对，而且它屏幕这么小，然后拍一张照好像要等它五秒钟，就是它咔嚓这样，对，超级困难。对，就是那现在好很多了，好很多。所以就是科技进步了。对，科技。很进步的，所以就是相机或手机都要把它撑稳。手机也有那种很多手机的蛇管或者是手机的脚架，嗯嗯嗯。然后你刚刚讲的支架就是玩具，拍摄的物件要保持稳定的部分。那像粘土啊，支架就是属于去让拍摄物品稳定的辅助道具。嗯嗯嗯，就感觉蛮重要的。看你们如果平常在移动。就是玩具的动作或什么的，好像都蛮需要这个脚架去黏住它的嘛。对，嗯，了解。那好，比如说你刚才有提到的人格特质，你有觉得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就是最适合来拍定格动画吗？哦，就是可能是比较适合有耐心的人。有耐心的人。对。就是如果要一直就是调整，然后就调一个动作，就哦烦哦，那个人就很不太适合。嗯，像我们自己在拍。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在拍，你进入那个心流，时间的流逝，你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如果我们那个拍片现场是有其他人在等我的，我就会感觉得到那些人真的蛮可怜，就他们很无聊，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等你三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这样。对啊，了解。对，就是后来就觉得真的是。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吗？也还好，嗯、我觉得是那个，要可以在一个地方耐那么久，在那边拍那个东西、嗯，这个事情比较难。你有曾经就是拍，然后拍一拍就想，怎么天亮了，或者是怎么从天亮拍到天黑了，有啊有啊，就是我可能那种，如果是晚上9点10点想说，我来补一点东西好了、嗯，然后想说这样可能我12点前可以睡觉。拍个一两个小时，结果对，通常就是会再突出去两三个小时这样子。哎、就是，3点了，这样。嗯，就怎么拍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办法准确评估自己到底要拍多久。
对，我觉得可以预想，因为以你刚才那样细微的调整的那个细心的程度，感觉是蛮容易发生这件事情的。对，而且如果你要调的好，你就是会来回一直放。对啊，嗯，你有觉得困扰吗？困扰啊，困扰啊，就人生花很多时间在上，在调整。对，匠人，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吧？对，好。自己对，自己对，啊，没有啦，真的，我是真的觉得很厉害，谢谢，不会，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回答，就是还有一些线上的朋友们，就是的提问，就是刚才有人问说电脑的软体要使用什么，手机软体可以使用什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已经有跟大家透露了，就是我们电脑软体的话呢是用 Dragon Frame，然后我们手机的话是用 Star Motion 的 Studio， 对，这个。对，就是这两个都可以使用哦，或者是还有什么软体吗？就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可能。现在比较多人会的这个 After Effect 啊，Premiere 这些软体应该也都可以使用哦。了解。只是他们的这种，这种听，这叫什么？这种剪接软体、特效软体，它的做法就没有办法像 Dragon Frame 或 Star Motion Studio 是你边拍边传，是你可能就是相机或手机拍完全部的照片，再把它丢进去。哦，一次弄就对了。嗯，就是它可以事后帮你传、啊哦、但你没有办法像刚刚那样，我们可以即时看到效果，即时的调、哦，所以细腻度还是会有差别，会有差。对，就最好还是会推这两个，就是你就看得，你至少看得到你在做什么，是对啊，这张有点问题，就调整一下。了解了解，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好像还蛮可爱的，就是踢到脚架怎么办？他拍一拍、哦、啊，踢到脚架，就是相机直接大岔出去。请问你有遇过这个状况吗？到现在都还在发生。哦，真的、哦？你会就是一踢到啊，然后再默默，你是要默默移回来吗？还是？这刚刚有提到那个 Dragon Friend 的洋葱皮系统。这个就是洋葱皮系统上场的时候了，你就把它开打开嘛，你就让它努力对到前一张的画面。对，就是你可以对到很接近啊，但通常你没有办法调回百分之百。对，因为这毕竟是个 3D 空间嘛，你我们对那洋葱皮可以对 X Y 轴 Z 轴是没有办法。哦，了解，就是大概可以位置是一样，很常发生吗？又很对，你会很崩溃吗？其实还蛮崩溃的，因为拍摄现场我们会有放笔电的工作台，然后又有脚架，那可能还会有一些灯具灯脚在现场，就是地上的空间真的是有限，然后我们动画师要一直穿梭在相机和这个玩具中间，对，所以就是这个无限一直来回的动作就很有可能去，我有时候也是库管去勾到那个脚架锁的那个东西，那不就是所以整只浮起来这样子也是有发生過，这么可怕？那有发生调一调，然后玩具也掉下来吗？哦，这个比脚架还要长一点，就是更痛苦。对，因为就是那些东西，就是你要让它完全浮在空中，本来就是蛮难的事情啊。了解，我大概想象一下，如果我在调，然后它就被我踢到，我应该会很想放弃，所以不要算了算了，不拍了不拍了。会有一点这种很生气的感觉。不过我们最近得知有一个方法可以比较，就是我们在社团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一定要做的动作，然后就有一些我们的同好分享一个方法，就是拿热熔胶去固定那个三脚架跟地板，比较不容易被推倒。然后听说这个方式是不会伤到地板跟脚架。听说，所以你们还没有实验？对，我们准备要试，还没有实验。OK， 对，好，那就是期待你们的心得，就是可以减少这个憾事的发生。对，听起来很会让人很想逃避的一个可怕。我们之前也是有粘过这个粘土啊，就是很大一坨，也是粘那个脚。那不会就是到时候后置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吗？哦，粘脚架，了解了解，就比较不容易提到了。对，好，没问题。好，那我们接收到。这边线上有一个同学留言说，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要跟大师合作逐格动画，要怎么跟你讨论嘞？是不是要加入你的社团？哦，对，加入我们的社团。那可以请大师告诉大家一下，你的社团叫什么？我们的社团叫 Star Motion
停格动画交流。好，请这个风同学，请帮我们就是加入这个 Star Motion 停格动画交流的社团，就可以跟有机会可以跟大师合作逐格动画这样子。嗯，好 ，OK。那再来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是，可不可以请Jordan 给想要开始拍定格动画的，可能是初学者一些入门的建议这样子。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不要太有压力，就是如果是一开始的话，因为其实停格在一开始拍，它蛮难有很好的效果，对，因为你刚入门，我假设那个状况应该是，设备没有说那么齐全，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它到底这一张到下一张要怎么动，会动得比较顺，所以，大家一开始一定都是有经历过不短的一段时间都是。拍出来是不好看的，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不断的一直去观察，然后一直去实际的磨练，对，就是它这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它一定会越来越好。了解。对啊，如果一开始就压力很大，觉得哦一定要拍得很好的话，你比较你拍得不开心，你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嗯，真的，这倒也是。你要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Jordan 你可以坚持这么久的原因吧，因为其实一开始是你的兴趣嘛，对，后来变成工作，然后要长时间的投注在定格动画之上，应该是需要蛮大的热忱才有办法维持这件事情。对，就是不管过程有多累，至少最后看到那个成果的时候都是开心的吧。所以就是给想要入门的初学者的一些建议的话，Jordan是建议你就是轻松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太高的目标，因为要一开始就拍到像就是很顺畅的那个流畅度应该是比较困难啦，有设备上的限制或者是可能观察还不够入微。对，这样子。但我身边的每个做这一行的人，你就看那个真的就是时间的累积，就你最后一定可以拍得顺。没错没错，来自就是大神给你的一个鼓励，就是做就对了。经验的累积，做就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目前大概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也谢谢就是 Jordan 就是这样子无私的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还有带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教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刚刚在一开始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要抽就是五组的 Live Point 点数的100点，给今天有参与这个。直播，然后有分享这个直播跟留言的一些观众的朋友们，就是你们只要直播分享这个直播留言贺朗学动画，就有机会可以抽这种 Live Point 点数100点哦。对，就那你可以呼吁大家赶快参加吗？参加。好多人。好，请大家赶快参加，给大家就是一起5秒时间，5、4、3、2、1。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抽出就是今天的。幸运的观众朋友，就是得到这5个直播的小奖品是谁呢？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抽奖。好，对，我们都会在现场直接抽奖。OK。好。OK。好，他们可能需要就是处理一下。那其实，所以平常如果想要联系到你们的话，就是到那个你们的社团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吗？对，社团主要是提供一个大家讨论的地方啦。对，然后如果是想要联络到我们的话，其实粉丝专页或是 IG、YouTube， 或 email 啦。YouTube 好像有点难，但是就是 IG、FB 还有 email 都可以找到你们。对，了解。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想要问一下，就是其实 Jordan 就是现在是有开自己的公司吗？那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对于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就是目前的目标，或者是你们正在做的一些就是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们未来希望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的状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就是以
这个停格相关的商案为主，就是像高雄那一支，或是之后会有一些商品类的动画这样子。那同时也是在经营社群这个区块，对。那目前大概是这两条线在做，对。然后后续有一些。我好像现在还不能讲，但是就是、哦、現在還不能講对，好好但是、哦、但是就是但是主线就是在经营这两个区块，是这样子。所以未来有更多比较大的计划，就是你个人的计划在秘密的进行中，这样子是吗？对对对，了解。所以频道也会还是会继续做跟游戏相关的这样子的片吗？对，就是我们就是我自己就是喜欢拍玩具嘛，电影类的这样，所以频道会继续往那个方向。是去创作，了解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就是再抽出我们这一次的，就是这个五组的 Live Point 点数100点的得奖者哦。好，就是这五位同学。好，好像有好，总共有这五位。OK， 这五位同学，好，那请这五位同学呢帮我们就是。私讯粉丝团的小编，对，请告诉他们你中奖了，然后赶快去密小编哦，小编会在上班的时间，就是把你的奖品发送给你哦。好，没错，就是恭喜这五位得奖者，耶、好的，那就是今天就是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就是世界级的定格大师 Jordan 来到赫拉跟大师学，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逐格动画，逐格动画，定格动画该怎么样去。操作以及就是帮大家解答了一下大家对定格动画的一些疑问，对，没错，非常就是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你，就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在后台可以看到你也来，就是跟大家就是学生们一起分享一下。好，谢谢，这个未来都有机会。对对对，就是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邀请到就是 Jordan 来我们学院，就是亲自的为同学就是现场示范一下哦。对，那如果呢你是对定格动画或者对逐格动画或者对2D 3D 动画都有兴趣的话，其实在赫展设计学院我们都有开设就是相关的课程。那如果是跟定格动画有关的话呢，我们在2D 动画的课程里面其实有包含到定格动画哦，所以其实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那可以学习到。然后呢，那今天呢我们有提供就是有关定格动画的免费课程的话呢，就是请大家点进置顶的留言，点进置顶留言的网址呢，你只要点进去，然后滑到活动页底下，就是送出你的资料的话，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今天的免费课程哦。就是你就可以学习到，就是怎么样子做动画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就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Jordan 大师，就来到我们现场。没错，没错。好的，谢谢大师。那我们就与大家一起道别吧，大家晚安，拜拜，连假愉快。